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同样代表哈尔滨参赛的张丹和张浩。画面上的是我们国家花样滑冰的教父级人物姚冰。哈尔滨代表队的张丹、张浩，今天这个他们俩真是这个在刚一出场就为我们观众带来这么高水平的两套完整的节目，真的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评论好了，这个一下跨度太大了。是的。那么今天其实真是还是为大浩捏把汗，因为上午训练的时候看到大浩他还在治疗，还在打着绷带，然后还在跟我说，哎呀陆姐啊疼啊，真的这个他在疼，其实我的心里也在疼，尤其是他做每一个托举动作、螺旋线、抛跳碾转的时候，真的哎呀真是心疼，非常不容易。其实从画面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大浩的手臂上打的都是绷带，他不光是一个胳膊，他是两个胳膊肘关节都有伤，包括肩，所以对于双人滑男选手来讲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这个其实在完成双人滑项目，像螺旋线还有像抛跳还有托举，他的这个右臂都是主要发力的一个位置，所以有伤的话就很影响。对对，所以今天大家从画面上能看到他手上的绷带，对
所以他在做最后一个螺旋线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速度那么慢，大浩要坚持，要坚持，真的为他捏把汗。不过今天他的表现，他们两个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那么整套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点甚至晃动的地方啊，那么的完美。这次双人滑项目呢，设两块金牌，就是短节目一块金牌，自由滑一块金牌。那么今天我想我们长春的观众真的是应该说享受到了这个看到了世界顶级赛事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啊。对，特别是短节目一上来，头两对选手就是拿过温哥华，就是拿过冬奥会银牌的双人滑选手。那么之后呢，还有在今天的第三组当中最后上场的隋文静和韩聪，也是获得过上个赛季大奖赛总决赛铜牌的选手。好，我们来看技术分37.06，节目内容分是32.60，这样呢，他们的成绩是69.66，排名第二位。这次比赛呢，一共有10对选手参加。那么目前呢，庞青铜剑是排名第一，张明正好是排在第二位的。